我以前是一个儿童台的姐姐，带小朋友唱歌跳舞，后来变成一个通告艺人，然后现在变成一个演员。我真的很喜欢演戏。然后妈妈，我为你争光了。大家好，大家晚安，我是谢琼轩。维基百科说呢，我呢，谢琼轩是入围最多次金钟奖的演员，这样子，所以我就央求金钟小组让我来台上颁奖，因为我实在上台太少次了。对，所以谢谢。但就准备好大家的尖叫声跟呼叫声，然后留给这些入围的朋友们。让我们来看看第58届金钟奖最佳女配角奖入围的有：戏剧节目女配角奖入围的有，我这次没考第一名，怎么会？王瑜平，第九节课，金腾娱乐事业有限公司。但我不是乞丐，不需要施舍。快进站选我。米可白、赵艺轩、吴恰莱奇，财团法人公共电视文化事业基金会。我有我自己的灵魂要修炼啊。吴亦荣，我愿意。诺斯本娱乐制作有限公司。比抱一个人还要幸福。你可以不要这样逼问我吗？邱思晴，模仿犯，汉草文创事业股份有限公司。哭出来就好。你哭起来呀。杨富江，客家紧密卡戳，安雅米港，客家电视台。我手心都在冒汗。好的，让我们来看看第58届金钟奖最佳女配角奖得奖的是米可白、赵艺轩、吴恰莱奇。仪态塑造、语调节奏都用着极为自制的收放诠释角色，对角色前后成长的改变分寸拿捏入围，各年龄段的成熟深浅掌握得宜，成为众多角色与绵长时间轴中一抹亮眼的存在。我是米可白，我是一个演员。谢谢评审看到我的努力，然后谢谢牛车来去，我真的好爱你们。然后谢谢李月峰导演，谢谢张导，然后谢谢制作，谢谢他们给我添加这么棒的角色。然后我要谢谢我身边每一个演员，因为有你们，我才可以拿到奖。然后谢谢公共电视，还有。我以前是一个儿童台的姐姐，带小朋友唱歌跳舞，后来变成一个通告艺人，然后现在变成一个演员。我真的很喜欢演戏。然后妈妈，我为你争光了。谢谢，谢谢。刚刚有什么哪些忘了讲的？好好对着镜头说一下那边。我刚刚我也忘记我讲了什么，然后我都在哭，我刚刚都在哭。但真的很感谢牛车来去，然后感谢导演，然后感谢公司，然后感谢制作，就是给我一个这么棒的角色。然后因为其实以前当姐姐，然后变通告艺人，然后变成演员，很多人可能就是不看好，然后可能会有一点。有一些挫折这样，但是真的很谢谢评审，就是金钟评审看到我的努力，很谢谢他们。你很棒，但是用台语再讲一次好不好？毕竟是台语剧。哎，我要跟大家讲，其实我的台语都是用拼音的。两句台语感言呐、大家好，我是米可白，我是一个演员，希望大家当支持吴恰来去，也希望其他演员当提奖。多谢多谢。明明就很会，掌声给米可白，恭喜恭喜，恭喜吴恰来去。
情困就会用心告白。来，可以吗？他没哭哦，他 hold 住了，情绪管理得很好，已经得奖了，不会哭了。来。